的节目，看着也非常的惊险啊，地沟通啊。好的，麦田主力汤圆掌声欢迎来高温的时候祝贺餐。谢谢谢谢大家。相识便是缘分，哪怕以后我们天各一方，相聚便是缘分，哪怕只是短暂的相聚。那么刚才那位美女，我们的苗族侨胞带来的歌曲呢，我听很多朋友说还没有听够，大家还想不想再次聆听她美妙的声音呢？我想对着你说，对着你说，采风姑娘想那热闹的湖州一场够，背对着那在风化的人的脑子走。漂亮的苗族侨胞继续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，叫《七彩云南》。是知是对吧？脱衣露西感，是将是发草提高古天岛，有几个杯是八多着十毛，让俺们杯里上的杯子彩梦，我都露一眼的都不杀，保存多少。再把一首《七彩云南》献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Thank you.
心上。